个地球，七大洲，五大洋，200多个国家，数不尽的庆典，地球人，你都见识过了吗？接着，最令人期待的角色要登场喽！在下苏彦文，官挂东北风云旗，彦文端枪是今天乃是天雷国第五战，你的庄稼人有何结果呢？宋家人到位，行了。宋家人，冤家宜解不宜解，下不进这乱大幕。哎，讲道理，为了做万高之尊，必然通过这关啊！主席来了。江红白天三年三日离婚秀白，现在国电一招，那个一国齐雄。现在最精彩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打扰我呢？刚刚有没有看到世纪大对决？总将领对上苏彦文，这是我们应该说是布袋戏史上最经典的一场对决。然后意外让我收获，看到了黑白郎君对上女暴君，哇，真是太精彩了！现在就是他们的世纪大对决，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真的是，我没有买票，可是还是觉得值回票价，很开心，哇，我要继续看。所有人物的说话语气和特色，大师都能变化自如。一人分饰多角，帅气的苏彦文，霸气的总驾临，诙谐的怪奴祖和逗趣的哈比冷气，全都是大师一人呈现。观众们就跟着大师的表演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庙口看戏的样子。这个热闹的夜晚就在欢笑中画下了句点。来，你哦。